阿达，你还真的跟去跟他打了？真的不会啊？不会是你讲的？就真的不会吧？不然你要怎样？干什么球啊？你。 要跑了啦，跑是要干嘛啦？什么？跑是干嘛？跆拳道不是只有基本动作，体力很重要啊。原本我们都还有体力，跑那么多趟，怎么还会有体力啊？对啊。好啦好啦，走啦。哎，狗妈，你们俩不要黏在一起啊。哦，你累。动起来嘛。啊。好，小样子，走吧，快走。哎。姜老师。
我们今天就去买啊。无啦，可能迄个硬袂到啊，像天拜做个跆拳道的形状嘛，可能方法有得问题啊。要去听，我叫他们散打。喂，从今天开始，以后这个时间由我来教你们散打。干掉！大家哎，那个以后大家下体不要踢哦。继续啦，跳一下，跳一下。干掉！干掉！好了好了，打他妈妈，杀全家！换一组，换一组，我们谁要打？我。跳跳跳！干！两个不要旁边去。杀小子！金毛加油！哦，干！大家不要咬了，其他人不要这边出拳，不是打群架。好，来，先退一点。小心，小心啊！怎么样？他们这样不是乱打？那散打就这样乱打就可以哦，都不用教什么基本动作啊，做基本训练。基本动作当然要啊，可是哦，像他们这种个性，比如说跆拳这种，太规矩，他们会觉得无聊。先提起他们的兴趣比较重要，这是我方法。啊！你干嘛不早讲？是要看我出球？我是看到你出球，我才想到的。分开来，分开，不是打群架。白天上课都睡觉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不是？还是你？真的很烦呢，不要多管闲事好不好？
上这一都是无路用的，啊！当初时啦，你娶一个过桥后的啦，若不是恁爸后来收留你，怎个写倒去啊？看恁爸无的哦，啊！你面是平淡的，你即摆无见去找无头路，敢是你面唔对哦？你做福利顶真啊，哈，你不要哈，你用的啦，啊，阿妹哦，你还没开用你呢，能滴，能滴，你从妈母搞到伊条店，伊条店衰，能滴啦，嘛该能滴。哎、欸，风的，要上课的啦。风啦、啊，哎、欸，当你提前半点钟来讲，不然不能骂的威气。风啦、啊，俺冇大夫服装。你好，今真你冇做服。哦，回来。哦，那细伢七个阿婆看的哦，还唔赖哦。哦，俺老爷子全身毛秀的细伢大夫的哦。嗯，帅哦。嗯，发抖嘞，才做几下，还迟到。用的要肚子痛的啊，也肚子痛，左边头哪痛，边跪边乖，我都给养的。哎，那个代志不是常看一下呀？不是常看，用的，哎，你平常看了，啊，一年可以一月一多拜，是冇？哎，哎。莫得跟莫小美皮的啦，哈！要较注意点话啦，本身上康哥靠很平啊。去暗恋杜鑫哦，娘哎，你服侍娘爸哎呀？外甥哎，爱听黑面鹅行山，哦，老东东出枪两只呀。唔可以忘记，叫伊娘干啥？我们不能没有你。阿弟，唔讲迄阵话啦，唔过你也碰阿哈论无效，阿真袂半篇呢。交给你啊。哎。上课了。你们
要讲到你面前，啊，你话人啊，大汉来哦，啊，我你后生咧啊，你有啥物态度？你面是无头路呢，你还伫咧厝诶，你当作你面无路用了？你喺外口趁钱，叫你母啊，你当作你面啥？不然怎样啦？你咪讲啥？啊？你有讲啥？啊？看啥？你们看啥？啊！你搁里拍啥？你拍啥？你给我看！啊！他妈的想怎样啦？你给我讲！你给我讲！哎呀！挂了呀！挂了呀！你媳妇什么？你媳妇什么态度？你是不是啊？你是不是大汉了啦？啊！跟你们回信嘞，跟你们回信嘞，你跟你们回信嘞，你跟你们回信，跟你们回信嘞。你来这儿啊！叶璇呐，啊！给我！我怀疑这是一件家庭暴力的案件，我一定要通报家暴中心，让社工和主管单位来处理。我是担心没有什么实质的帮助了。范小平之前在学校转过来的资料，上面其实已经有辅导室请社工介入过，家人不承认。站在我的立场，我一定要通报。我知道，谢谢。小平，这个姐姐是家暴中心的社工，你有什么话都可以跟她讲。他们处理过很多类似的案件。小平，你不用担心，有什么问题我们都会帮你处理，也可以立即帮你申请保护令，把你送到庇护所，所以没有人可以再欺负你。是我自己跌倒的啦。小平，你要说出来啊，到底是谁伤害你这么多次？这不是第一次，也不会是最后一次。不需要啦。小平，你这样子只是在保护伤害你的人。小平，不管如何，只要通报了，我们这都不要管我啦，就跟你们说我是自己跌倒的啦。儿子体验报告出来了。我红你了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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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没有多大问题的，从 X 光片看起来啊，他肚子里面都是大便，我会开一些那个软便剂给他，他如果不会塞的话，你就帮他塞。以后记得哈，要让你儿子多喝水、多运动、多吃一些鲜果的食品。你知道他不是我儿子啦，哦，欸，他平常都吃乖乖啦，吃乖乖甘美会便秘哦。哦，这个样子。吃乖乖会啊，叫你要吃乖乖。
小平，小平，你要相信我们啊！我知道要你说出来不容易，可是我们大家都很关心你，只要你愿意说。现在家扶机构处理类似的案件都非常的有经验，所以一定可以让你不要再受到同样的伤害。小平，你跟老师说好不好？你这样都不说，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帮你。只要你愿意说出来。小平，小平，你烦不烦啊？你再吵，我连这里都不想来了。小平，不管怎么样，你有我电话号码，打电话给我。陈光，啊？跟他动动都给呕死了，我怎么被逮？伊哦，呕都没死，呕不出来。嗯，差点了，用树啊，把他给推远。哦，那有暗号的警察，我当你了，我一条不靠，谁敢逮捕你？辛苦嘞，想要加薪哦？啊，无可能，没那意思啦。哟。脚步卡印拥有做得来呀？对啦，嗯，干嘛都冇菜啊？哦，我干咩咩东奇怪呢？三不两时哦，冇做不卡。哎，伢富人家都唔做想嘛个，其实讲生意哦，硬撇撇硬揣老公个身边就可以砸到伊个钱，伊也唔想啊嘞，伊只家系二奶呢，啊，生意就会爽快，结果嘞，五六七八，八十来嘞。我干嘛没懂奇怪啊？好，你都唔会估到东东用的上。干嘛？用哎？唔错，哎，你还没想到东东哦，有进步嘞。阿公，啊，唔对哦，祝您那有情有义的男子汉呢？啊，男子汉？嗯，那看哪嘞？我唔出来。哎呦，那遐哦无相哦，带你拿去西大夫的啦。伢不卡去大夫的，啊，伢老婆、伢孙子呢，通通都买二彩色。咁了彩呀一条，讲呀做嘛？唉，东东家婆是俺小学的同学，伊都千交代万交代啊，一定会好好来照顾伊个孙哦。阿老公，你啊吼，你是老东东家婆，哪个想来？哎，还没做什么，还都压下，还会很爱去哦。你很爱用功好言的镇店之宝呢，哎，你不去摸上爱来去啊？当然咯，爱去镇店之宝啊，嗯，啊，嗯，嘿嘿，你用啥呢？你啥啥你都通啊哈乱咯，我爱做戏哦，那这摸上好骗呢？老公，又有。总唔得啦，伊喊讲哦，明仔我们好搞唔会痛。唉，两条细伙年纪还细，又无人吃，伊当然无按容易相信撇啥。哎，你可以慢慢来啊。慢慢来。啊。阿公，你还种事情用做得慢慢来呢？真要搞唔清楚啦！因为永远不认打都按用，嘛该就唔讲，你聊都唔滴啦。
去啊？看到，惊严生凤去爽哦，真真艰苦啊！无想，严俊杰马家就做唔得种啊。对哦，总得攀家长成长班呐、啊。当初总统好高，就开始有安样的考场，你好上的啊，老家长啊，还有新上的官员，不会较好，对吗？错。你可以先做家庭访问，哦，安尼总比你直接去问人家爷外公，你做嘛打来都说话，安尼较好啊。爷爷表示，你嘅方言最关心也都说话，最起码本家都家长哦，较近啊咧。马个办，马个办，有得办马个办，哈？我都安尼马个，啊，做独子家嘿啊，啊，嘿嘛。马家都猫过来做，伊不爱用的话，拿来嘛啥？你看，按人家搞，马家都爱做啊，调查局，你看，还做调查局的事情啊，教育部教育部事情啊，阿公马家心理辅导中心啊，啊，你要的全部都不爱呀，你要做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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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老二做，小妹做哦，哎，要在谈爱讲啊，哎，俺妹做医生演的呢，默默爱。我是念回去学校啦。你都在讲什么？什么班啊？家长成长班。啊，你是嫌阮厝内底无水准哦？无啦，无啊。啊，无你奈叫我去参加什么成长班？啊，因母也无闲啊，对无？来，啊。来，拍手。谢谢。谢谢，谢谢，妹。你嘛较拜托老师来呢，啊，你添水尔哦。啊，无，我来买饮料吼，加。哎，大嫂，不用。哎，还是，哎，查某人哦，啥物拢袂晓啦。我恁看小妹。没有，啊，这样照顾小孩什么也很辛苦。伊安尼叫辛苦？囡仔爱顾好才有效啦。哦。对咯，这细汉啊，无代无志，逐工哭啦，吼。啊，若无哦，就患病啦。啊，迄大汉的吼，你根本就讲袂听，话无法，是啊。啊，有当阵吼，啊个湾区的吼叫三顿来啦，吼，宵夜佮有一个社工吼，讲阮家日台。哎，来。你甲老师讲吼，迄平常时吼，你管小平哦，你敢管伊有法？啊，老师啊，我这吼做人后生哦，歹做啦，你知影无？我若是哦，无甲管教者哦，啊人看着佫掠做哦，我是看伊无呢。你甲老师讲。我平常是对小平有好无？啊，你讲，嗯，你平常先讲，嗯，好。下无都生囡仔，连书是唔想读，何搞咱唔想去？东东的头脑是真好，俩种阿妹系来做物计喏。阿春妹，佮社会面前莫安尼讲啦，莫讲系老师妹，叫唔系唔得。俺两三俺多年嘅朋友，还将有话出讲。在我面前哦，竟讲亚伟嘅事情，对家庭也唔好啊。伊
才好好的嫁，无都安样拢拢散。我俩学身体就唔好，伊才礼拜二岁三百幺个，咱唔得做的是家己念咯。隔离下，你阿东东，你有嘛个想法无？有办法照顾伊？我找个强硬路就几好嘞，你路走脱嘞，就发家都有钱，像秋葵的欧巴桑路好嘞。哦，唉，个小的吼，迄无人照顾吼，佮伊出事是无人提着坏嘞。虽然伊个书哦，读了也袂几好。但系，你可以让我想办法来补救。万一佮身体系无坏掉嘅话，佮出错过咧，嗯。系唔系听阿强下代太咩改变好咧？啊！我自家要报，我仲冇去咁远带。喂，都是不是咩眼光？讲咩话？你是你狗，你敢在地气？我不是我的，那你想干嘛？你闲了，你闲了，你闲了，你要怪，你要怪，小兵，你卖了，小兵，小兵，你放下，你要打人哟，啊，你要打人哟，你不要地气。我待会管薛元晴，关心一下你们家里的情形。恁翁是毋是甲恁查某囝范小平拍着伤啊？警察先生，啊，阮翁哦，啉烧酒醉啦，啊，讲话哦有较大声啦，无代志啦，无代志。莫代志，他没事就可以把小兵打成那样，那有事怎么办？其实每一个家庭拢会冤家啊，啊，阮翁是啉烧酒醉，讲话较大声啊，尔。啊，小兵迄个查某囡仔嘛实在是吼，爱甲因个应嘴应字，拢袂晓体谅讲哦，因老爸心情呢。啊，咱遮个厝边隔壁大家拢嘛知影，伊即马困去啊啦，莫搁来吵起来好无？无安尼啦，歹势啦，
歹势啦，失礼啦，失礼啦。范妈妈，你是一个做母亲的，你有没有想过小平的感受？他不是我爸爸。范妈妈，是我们坚持要通报警察，小平什么都没有做。我是安怎跟你讲？我跟你讲，伊若啉烧酒醉，你就莫甲伊应嘴应舌，闭伫个房间咧就好。你是安怎拢教袂听？现在叫警察抓去啊！我一个人哪有才调饲你甲恁小弟？我都有赚钱跟你用啊，为什么要拿我的钱去跟他买酒喝呢？你提钱回来，你上大唔？现在什么代志你拢会当插人？您后一收留咱的哦，你还被他欺负多久啊？我离婚了，你爱我离婚？你就伫一个人咧厝。小孩子要的是一个健康的家庭，不是这样充满暴力的环境。你几岁？你就是讲要维持一个家庭是这么简单是？阮翁毋是亲像恁所想的迄款人，你若莫惹伊生气，伊就袂起脚动手。伊阁会甲我下死嘞！道歉，道歉以后呢？他不喝酒不打人吗？怎么道歉去？小平，你若是要去申请什么保护令、什么庇护所，随在你。你若是要回来厝的，你就莫跟恁熬一冤家。妈，可是我不在，他还是会打你啊。我莫插伊就好啊！你已经大汉啦，你有法度好好照顾你家己。啊，不过我袂当让你的小弟无老爸。什么？谢谢。
金针菇。嗯，还有第二时间，就得转去睡一下呀。买掉阿邓小平，张大给转去，唔是谁啊？拜托，那用个有可能耍一台，欠都要欠死咯。马个时代，用个有亚种阿妹咯，同个暗型号个某个叫出去，哎，老个有书老讲哎，有书老讲哦，留到不卡，真惊俺都自己。其实我都够想哦，小平强的，我讲强强会老去投到身边。其实按钮算会等候的。我之前有学生知道，然后他被父亲性侵害，然后妈妈还要告他说故意。亚洲比我们天毛的吧？你还得叫你靠上好的地方。不管怎样的家庭，至少有本基地，你还得要支持他的，对吗？我会必吃豆，我宁愿替天输了。师兄看到了。不行，这太辣。生意得哟。哎，欢迎光临。来了，跟你说，这边啊，左边是你的房间，然后右边是我的。啊，不，左边是你的，右边是我的。然后这边就是你可以放你东西，我已经整理干净，这样。嗯，小星星，来啊！那你自己弄一下啊。别乱动哦。放心放心。嗨嗨，干嘛？别乱动哦。给小平啊，给张出烟，不考虑案头的事情，故说就要较包含的话，无通唔通就上个老弟严家，好冇？矮迪啦，教头说过了，我又不是没血没泪。对，你看你哦，按大行又按讲，还一点极品呢。哟，按乖，来，来添素来。行不行啊你？打啊！打啦！过肩摔吧！鲁大哥，金毛，金毛，接回过去啊！加油啊，金毛！可以啊！现在打输他。任他杀的来！金毛加油！我赢了。你们男生都不打女生。你们比较好。爽了没？哎，金毛哎，阿奶是臭的。董聪颖有进步，阿公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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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你用来了，还打散打，散打，哎呦，我个身体也打出散的嘞，哎，我也上气啊嘞，喂，小张哎，你阿爷在我洗碗的地方潜入最唔白的本哎，最唔白，白，嗯。东东要加油！东东，找死吧！东东，嘿嘿，嗯，是你自己的。
阿公，啊，你做嘛？对你有自信。散打咩？在打你呢？打你，挨冬啊，本人打较多。哎、欸，你自己小心一点哦、喔，不要受伤哎、欸。骨头会散啊。骨头会散。老了就别弄丢了。命中加油。喂，谁喂？来来来来，哎哎，伟仔啊！你弟阿公嘛给骗无？哎弟，哦，人军弟要死嘞！弟要死嘞啊！啊，你就起下来哦！哦，阿公胃痛呢？胃痛，哦，胃痛怎好？痛就响嘞！起手练，起手练！哎，阿公再见，阿公再见。吃菜才会长高。好可怜哦，真心话嘴掉你啊！好可怜哦，哇！一时时日眠怨叹，一时落眠淡淡。那个时期掉你啊！安静啊！三分起注定，七分靠打拼，爱拼才会赢。你年纪还那么小，我们不急嘛。打工是以后虽然做学员，但是我还是要打工。小平，教头本来今天晚上是要带你去那家餐厅辞职的。我就是要赚钱啊，白天上课要还养我妈妈跟我弟弟啊。小平，你知不知道那家餐厅哈，用你这样的青少年打工其实是违法。你们真的很烦哎、欸，我就是要打工不行哦。小平，啊，有了，我们都知道你的心情，哈、啊，没关系，我们会支持你的，啊，你现在先放轻松，啊，平静一下。金针菇，你帮我跟普洛阿公说，我可能没办法回去上班了。我找不到人可以帮我照顾小虎。要还是没给啊？这包给他领谁的？我们是老师，我们要做的事情是陪着他们走过这个关卡。将归唔得。